哇，想必你的女儿加上了许多 APP 的完整，她现在应该十全十美了吧？应该十全十美了。你现在有什么 APP 呢？哦 ，KKBOX，KKBOX， 动次大次，动次大次，动次大次，还有愤怒鸟，还有震动模式，哎，可以找个人嫁啦。女儿，想要嫁给谁啊？大臣。什么？别，我苦衷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其实你的女儿看起来虽然是一个智慧的象征，可是我觉得她是个智障。妈，她说我是智障。什么？大胆刁民，你没听过什么是当当当当吗？什么当当当啊？当当当就是当当当当当当。不行啊，我真的有苦衷，大海波浪。当当当。我们精彩绝伦的晚会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你刚刚有看到三个人寻宝那个戏剧吗？好笑啊！太好笑了！太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明天还有更好玩、更精彩的表演，大家大家拭目以待。那我们今天的晚会就到这边结束了。